进去坐次的讲究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在渔阁戏楼给大家来说说秒懂京剧。因为接下来几期呢，我都想跟大家一边演一边说。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叫大编小编。那么在京剧舞台上呢，靠近下场门的区域，也就是从观众的角度看来是右边，这就是大编。相对应的啊，靠近上场门的区域，就是出场亮相的时候，出场的时候，这边的区域就是一个啊小编的区域。所谓大编为尊，把这个客人让在大编，小编呢就是主人，或者身份年龄相对比较低一些的坐在小编。作为一个主人啊，在舞台上，在戏中要接待一位贵宾的时候，一定要推过来把大座让给这位客人，等大座这位客人落座，我们再坐下跟他进行对话。这就是大编和小编的一个概念，大家记住了吗？